知道今年最夯的议题是什么吗？知道，新冠肺炎。哦，那你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吗？戴口罩。哦。别的人对我们称叫什么呢？神人的队伍是不必多言的。我们是来自嘉义大学的十月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imply。新浪科技是一间已经成立3年多在台南的新创公司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职业调查团，我们的主题是智慧农业，我们来自于嘉义大学的资管系。这次 ALD 的比赛呢，我们主题是空间感知智慧巡逻机器人。我们的队名是望来山的法则，我们的主题是自动化小型智慧标杆。我们的作品呢，就是用 ALD 来及时的看病人的仪器讯息电讯号哦。我们专案主要是希望能够利用物联网及 NBIoT 技术，期待能够降低农业的成本，达到精致农业的效果。透过我们研究生带领我们的大学部的学生来做我们的智慧手臂。那智慧手臂呢，就是负责说，我们要想要用智慧手臂呢来做一个垃圾分类。在嘉义来说，在地的农民他有高龄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导入科技需求比较难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自动化设备去辅助这一块。职业调查团协助您观察与研究植物的生长情况。我们是宝贝隔离移动舱。保护 baby 的健康，嘉义的安全由我们来守护。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的话，如果喜欢我们智慧手臂的话，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，可以帮我们投下宝贵的一票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给我们一个赞并投给我们一票，那就帮我们投个票吧。Yeah. AI 无人机整合 IoT 农药喷洒最佳化，一定要投给我们哦。如果喜欢我们作品，请帮我们投下一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记得帮我们投票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好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哦。